然后你想干嘛？好，他没办法拆了。我想要夹上面啊，灯夹上面应该是可以。用那个啊，用立柱啊。对啊，可以。可是你会立柱也可以、啊，你会穿紧啊？应该是不会，我直接夹上面不立柱。直接夹。可以啊。为什么要直接夹？夹反光板啊。立柱。哦，那你看你要不要移的话，这个是有。没关系，我自己瞧。OK。需要什么协助的话，我可以。然后灯的部分的话，你们自己有带灯还是说你们要用我的灯？你们没有灯吗？看你有什么灯啊？我有灯啊！那我先给你介绍我的灯啊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